山有志难寻，唔知何时才能过来出头天，怨叹啊！啊，仙啊！啊，七少年八少年，啊，规工闲闲无去做事，啊，踮伫厝里咧泡茶，啊，是啥空啊？阿翔，那无讲，你完全唔知影。我是因为咱祖先留予我耕作的土地，带来予政府我征收去，生活成问题，果不二三章，无多所以，伫这咧怨叹泡茶。咸土贵呀！啊，仙啊！啊，你谈这的怨叹嘛无路用呢，总是爱想办法过生活，安尼唔才对。啊，那是讲到这个政府，真是使人真无奈啦。当时咱的祖先对这个登山坐船渡过着这个乌水沟。来到着宝岛的台湾，现在这块土地耕作，生在1949年，来到台湾的迄阵人，将阮祖先留落来的土地划入林业区内底，叫咱来种树啊。若无种树啊，政府就将咱的土地当作是。违规使用，要来送法院办理，完全都无管着咱百姓的死活，实在真幸福。是啦，啊，即块山顶的田园吼，拢安尼平平平，啊，咱嘛想讲吼，要来种一挂天气啦、矮呀啦、竹溪啦、麦呀，啊，这些水果树吼，拢嘛是会当来帮助着这个水土的保持。嘿，哎，实在吼有够无道理的，讲吼会当来做这农牧使用的林地，啊，那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吼，哎，个应该主动赶紧来变更，啊，免就受到这个丛林法的约束，安尼唔才对。啊，个咱大家一定爱互相勉励，踮伫山顶种作，用麦喷着这个。化学的杀草剂，也唔通用这个大型农业的机械，环境这个表土，会当做好着这个水土保持啦。你才是一个好国民呐、啊！啊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阿神呐，啊，这个总统选举搁要来啊呢？啊，几当前吼，啊，迄个人讲甲嘴角全破。讲要保存优良的农地，要强化着这农地农用的管理，啊嘛讲要吼，让这老农啊退休了后，会当踮出面抱孙，免来拍日头。迄个时阵吼，安尼让人听了吼足甘心的。啊，现在啊当选了后，竟然啊将一挂上好的农地强制征收。讲想要用来做这个工厂，想要收成的稻啊，拿咧强制甲产生平地，啊可怜呐、啊！一苗咧大埔吼，一、那个老阿婆，就是因为安尼吼，来想不开，才来啉农药自杀。啊，讲到这老阿婆吼，实在予人替伊流目屎。结果咧，到即马两三冬啊啦。迄块地吼，嘛要起工厂，啊，放伫遐咧拍鱼，呵呵，迄人真正有够可恶诶！啊，当时伊嘛讲，来推动农村再生，来打造4000个新农村，结果咧颠倒造成都市以及农村的经济愈差愈大，迄个农村只有。剩一挂老农勉强咧做事，伊啊，所以安尼子孙吼，
后日啊，尽量给他读册，较济册，安尼以后啊哦，变淡只农村的做事。好啦，怨叹也无益，也是泡茶较实在啦。啊，对对对，泡茶，泡茶啊！